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个时间可能陆续再有些人要上来，就慢慢的上吧。现在呢，我们开始上，接着上一次讲的啊。主要上一次我们说的是关于加拿大的这个学校，那讲完以后呢，也有一些家长来了一些反馈，啊，我们大概也听到了他们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说都。听完以后感觉就是说才能真正的了解整个加拿大我们的学校，对吧？以前都是还是比较茫然的，而且没有系统的这么去了解这些。那现在呢，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美国的啊，美国学校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先从那个纽约说起，对吧？从纽约说起。说起纽约呢，就是说我们又要说现在美国的个疫情。现在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很严峻，这个纽约是整个美国的重灾区啊。我们现在有好多学生因为没有来得及回来，还在纽约待着，时常能看到他们的一些微信啊，他们宅在家里边，对吧？也是准备在开学以后接受很多的网络课程，跟我们 NPC 一样，我们也是在现在在进行网络课程，大家经过一周多基本调试的，现在蛮顺的，就是说基本理出一个头绪来了。那么纽约呢，是美国的经济中心，啊，是一个超级发达的地区，啊，这个就不用再质疑，啊，也不用太给大家介绍那么多，因为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去纽约办画展。那第一次去美国，一到美国以后，吼，整个的这个高楼啊，林立啊，我正好住的曼哈顿地区，然后呢，这个出租车啊，就是说车水马龙的，出租车的速度很快，那些司机都很疯狂。当时我记得展览办了一半的时候，啊，有人还专门一个采访栏目。啊，有一个节目采访栏目问我了，说你对纽约什么的感受？我说纽约的司机很狂，很疯狂，他就笑了。我说是在我们加拿大都很温和，啊，司机都是预约的嘛，但纽约的司机为了赶时间多拉人，哦，那种超车呀，啊，赶道啊，这些就让我感觉到，因为在加拿大待的时间久了，有点还真适应不了。那，但是不管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得承认它是一个商业中心，啊，这它的经济，整个的经济呀，啊，包括很多时尚的东西都会在纽约登场，因为它人口也众多，对吧？这个经济发达嘛，人口众多，很多超前的东西都时常能在纽约发布啊，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能代表性的。你比如我们小安老师前一段时间的一个他来做艺术总监设计的一个乐高的片子，发布就是在时代广场，那就是在纽约，这个乐高片子设计完了，公映的第一场的那个预告发布就是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对吧？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开始公演了，所以说纽约是一个值得年轻人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真的是朝气蓬勃啊，整个人的那种节奏感呢就非常强啊。那么我们是说起纽约这些东西了，就是上一节课也是有人也提出来说，哎，老师讲课讲得很好，但是显得过于有点严肃，说有点严肃了，显得有点压抑。那今天我们就把它稍微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讲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弄得感觉像学术呀，弄得很严肃，对吧？我们今天可能就会，咱们就是说，也可能我在讲的过程中会带进一些玩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啊。纽约一共有，我们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纽约一共有这个很多学校，但是最值得读的学校呢？有三个，哎，有三个呢。这三个学校是，当然是，整个北美公认的最好的三个学校，对吧？但我们主要这次讲纽约的这三个学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Parsons、Pratt 和 SV 三个学校。当然它有，你像时装里边有 FIT 啊，对吧？室内设计还有这个纽约室内设计学院，还有一些综合大学、纽大等等。但我们那些先不讲，我们只说这三个最著名的设计艺术大学，对吧？那我们第一个先说的是 Pratt， Parsons， 我们先从 Parsons 讲起。为什么要想先讲 Parsons 呢？Parsons 近几年呢，因为它的综合排名上升的特别快，爬得非常快，在有一些排名中，国际排名中，它的排名甚至超过了罗德岛，那这样呢，因此就很多中国家长呢，就非常的青睐于就是 Parsons， 因为它的排名爬得很快。最好的一年大概它的综合排名全世界设计艺术类的大学里边它爬了第二名了，第一名还仍然是伦敦的这个皇家艺术学院，这第一是皇家艺术学院，第二就是我们的 Parsons。 Parsons 为什么就是说能爬得这么快，对吧？这个呢与这几个这个学校这几年的那个发展是这个分不开的。因为一个学校的评审它能不能就是说排名很高，首先是你的学科的研究，你的就业率，你的师资包括你的教学场地，就是你有多少这个教学场地，多大的教学场地。那 Parsons 呢前几年盖了一栋新的那个教学大楼在那个第五大道上纽约第五大道是一个奢侈品的一条街上，盖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非常有现代感的一个教学楼，这样它的吞吐量和教学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 Parsons 大概是在7年前董事会，整个教学董事会换了人，就是整个有一次大的这个人事变动，就来了新的校长这个新的校长来了以后，就在学科的这个教学呀，各方面，就是说重新的对整个 Parsons 的教学重新有一个定义，然后他们的招生标准，包括他们的教学标准等等，就有了一个变化。从那以后呢，开始学校呢，就是说它的排名一路一直往上上扬，一路上扬。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学校，对吧？一提 Parsons， 当然大家可能做过功课的人都会说，哦 ，Parsons 对服装的。实际上 ，Parsons 不是一个服装学院，好多人都理解到，哦 ，Parsons 是不是一个服装学院，对吧？实际上 ，Parsons 也是一个像我们本地的 Emily Carr 一样，是一个有十多个专业的设计艺术学院，记住它是设计艺术学院，对吧？所以说。要他有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部位，两个这个层次的，所以说 Parsons 这几年呢，竞争就显得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对吧？除了他的时尚服装设计以外，对吧？他其他专业也蛮难开始考，因为什么呢？排名高了。争的人就很多，一样跟上次也这样，就是想去的人就多了，多了就似乎这几年大家感觉到他的入学难度也逐渐在加大。以前在 Parsons， 你比如说考服装的时候，他还不一定特别在乎于专业的一些东西，他就是说特别强调我们不是说你考什么专业一定要提供什么样的专业，有一点像我们的Emily Carr 的这个一样，你只要提供足够创造力的作品，你学服装不一定提供服装的作品，那就是说他每年都会有命题，那你答了这个了，就我们就根据情况我们能录取完了以后，这个你到第二年你可能在专业分配上才会再次选择。那课改以后，整个学校进行改制以后呢，他们借鉴了圣马丁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模式，开始就是说学服装的，如果说你
没有服装专业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能力的话，他也不行。所以说他希望现在呢的作品集里边，他比如说你学服装的，他也可以看到服装的东西，哎，你学室内的，他也希望看到你室内的东西，他就是有的专业一些。但是不管有什么专业的东西呢，帕森斯是有预科的，就是有 foundation 的一个学校。那第一年你可以报你的专业，你比如说你是插画专业，你是这个产品专业、服装专业等等，你可以进去。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你可能因为你的学分不够，你可以重新选择，或者你的学分高，你可以跳专业，你可以再换别的专业。哎，这就是有预科的学校它存在的一个也算是他们的优势，对吧？也算是他们的优势。那就是说第一年的预科也是好多门课，八门课还是几门课，然后你们要去修啊，选修多少门，你可以选择根据你第二年要选择的专业你修几门课，这几门课只要成绩是够的不错的，你就可以进到你相应要读的专业去，啊，就 Parsons 一共有多少个专业呢？实际上 Parsons 不光是服装，它有13个专业啊，一共有13个专业。就这13个专业呢，就是说通常第一年大家 foundation 不管你任何专业都学的东西，就是八门里面你选修，对吧？你都要选修，该选修的你都要选修，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的专业有建筑啊，传达设计，然后设计与科学，设计史论，你看对吧？设计史论，然后有服装设计，大家记住啊，服装设计只是他专业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忽略的，他还有插画设计，对吧？有些人以为是他是服装学院，他就觉得好像是就是插画设计、室内设计、摄影、产品设计，对吧？包括城市设计、艺术理论等等等等等，它里边有类似这么好多专业。那么当然了，最抢手的可能就是大家都认为服装它是可能北美做的比较好的，所以说这就是服装专业。但是不是说这个 Parsons 除了服装以外其他就不好，你比如说它的室内呀、视觉传达呀这一部分里边，它下设分的一些它这个专业下面还分成很多细的专业，都非常不错，都非常不错，是值得去读的这个专业。你比如说你到了纽约地区跟本地人聊起来，那就是说哦 Parsons， 你比如说他们倒不一定说纽约本地人是你学服装你在 Parsons 他不认为你是最好的，反而说啊你在 Parsons 读室内了，很棒啊，非常牛。为什么呢？因为纽约本地人在服装这个领域他认的是 FIT， 他们认 FIT 而不是认 Parsons。Parsons 是在国际留学领域里边，就是我们很多国际生啊，中国的我们看排名啊，看这些里边出了多少大人物啊，著名设计师，特别这几年出了几个华人的这个华裔的设计师啊，比较有名，加其中给奥巴马老婆做衣服的这个谁，台湾这个华裔设计师啊，这就这个学校就不得了了。我们这个 Lady Gaga 那个唱歌的 Lady Gaga 的妹妹啊，在 Parsons 读服装，所以说这样就有很多人就说哦，这有名人啊，名人效益啊，就是说都一窝蜂的往进走。实际上不然，他还有很多专业都是值得去学的啊。视觉传达下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分设的专业啊，包括他的室内设计啊，也是不错的。所以说这是整个 Parsons 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们要在选择这个如果去纽约 Parsons 的时候，对吧啊，它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刚才我讲的就是因为它是有预科啊，这里边有一些讨巧的一些包括它的比如说它还有管理嘛，它还有这个设计与管理，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商业管理啊，这个专业。有一些学生你比如说啊，你可能出有些东西不够，你可以先进
某个专业先进他的，第二年如果你努力够的话，你可以再到你读的专业中，他是有一次再次调整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这可能对有一些孩子觉得在考 presence 比如说前期有一些东西竞争通道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一个路线。当然这是这个通常是你能进哪个专业还是进，这是最好。如果进不了，也可能这是 foundation 有预科学校的一个优势，进去你可以二次选择的机会。当然这个二次选择一定能力要够，不是说我进去了我就随便选，我也能。如果能力不够，你修的科目的 GPA 也不够，你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就是整个这个 Parsons 整个这个板块。那么除了 Parsons 以外，我们再谈一谈这个 SV， 因为两个学校挨得很近，他们两个都是在曼哈顿地区，对吧？ SV 是跟纽约的 Google 总部啊，两个地方是挨着的。那 SV 的校学区也有好几个地方，对吧？大概大部分都分设在曼哈顿地区啊。那 SV 呢，这个学校呢，在这三个里边似乎觉得它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学校，对吧？ SV 觉得它是相对比较年轻。那但是年轻归年轻，但是年轻它有活力，它非常有活力。相对于这几个学校，你像 Pratt 呀、Parsons 都是上百年的这种积淀，对吧？但 SV 就没那么长啊，没有那么长的话，就是说几十年啊，但是呢它有活力，它没有包袱，对吧？它没有包袱的时候，它在时尚前沿的这种感知上就是说要强于那两个学校，因为没有包袱嘛，对吧？而 SV 的这个成长过程呢，实际上它是一群漫画家啊，是最早的纽约很多新艺术思潮的时候有一群漫画家，对吧？经常会组织起来搞一些沙轮啊，做一些漫画的一些创作或者小的工作室，大家都联手做一些漫画。那慢慢发展呢，就说我们还不如就建一个学校，就是开始有培训，关于漫画培训等等，就这么一路走上来了，对吧？一路发展到今天的 SV 的这么一个现状。那 SV 它最厉害的就是说，它在比如说设备的更新啊，因为包袱少嘛，它在设备的更新啊，好多课程的调整中啊，它非常灵活啊，非常灵活。它特别是追那个，就是说我们叫时代啊，时代的发展，他追得蛮近的，啊 ，SV 的整个课程里边，你再看他们的课程设置，似乎没有 foundation， 实际上他也有 foundation， 但他的 foundation， 他不像老学校的 foundation， 就是说我就设定这几门课，你们在这里边选修完了再进去，它是规定死的。但 SV 的 foundation 是它是基本上是在一个学科类的 foundation。对吧？它是在一个学科类，你可能第一年叫基础课，好多人把基础课叫 foundation， 实际上他们整个学校的设置里边是没有 foundation 这个栏目，就是它是你是什么专业的我就招你什么专业进来，但是你这个专业里边第一年学这个专业的基础，哎，有可能你的专业跟别的学科有所跨科跨学科，但是那个它不是明确的这个，因此在整个纽约来讲，那 SV 就很自豪，他非常自豪说，纽约地区我们自豪的讲，在任何一个设计公司十个设计师里边就有我们 SV 的四个，就会有四个来自我们 SV。 你听听这个口气啊，大家一听着，为什么只要在一个设计公司只要有十个设计师，有对吧，上十个设计师里边就有四个是来自于我们 SV， 这就证明他们的就业率啊就非常高，就业率非常高，对吧？不是说有些学校了就学的东西就相对学术理论一点，有的学校就跟的市场要近一点，对吧？就是说你学的东西学而有用，学了以后你可能走向社会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到工作一线中去，对吧？学而所用。
特别他们比如说广告设计这个科目里边的，就是说里边下面有平面设计啊等等，每年 Google 都要去他们那，因为总部在都在一条街上嘛，都在一条街上前后的啊，谷歌总部每天灯火通明， SV 的学生上课都能看到人头窜动的里边的办公室，对吧？他们是在一个区域，所以说近水楼台，谷歌每年会从广告专业里边，比如平面设计师啊等等，就会选择一些到他们，因为谷歌的在这个设计体量里边的用人非常大，再一个设计行业的人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设计行业的流动性也比较大，因此他每年都会从 SVA 去整一批人到他们学校，所以说 SVA 他的那个就业方面，对吧？他为什么提十个设计师里四个是来自我们 SVA 的呢？他就是在阐述我 SVA 的学生的就业是最牛的啊！我 SVA 的就业很牛啊！纽约多少学校了？我们只是讲 SVA 啊、Pratt 啊、Parsons 这几个学校，实际上纽约学校非常多，对吧？我们建筑很牛的那个 Cooper， 对不对？还有纽大。还有很多分社的学校，对吧？一大堆学校，还有培训制的。但为什么 SV 敢这么讲？就是因为他们的就业率，在整个同行业里边来比，它是比较牛的。哎，它是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这一点就是说，从它的宣传和老师来每年在招生的时候都给我们要讲这方面那种自信度啊，就完全不一样。那么 SVA 一共有多少个专业了？大分 SVA 的专业大概有十一个专业，对吧？大分的话就有十一个专业。那么哪个专业呢？有多十一个专业都是哪些呢？广告设计刚才讲到了，对吧？它非常这个跟市场接得紧。纽约本来是一个繁华地区，再又在曼哈顿，对吧？世界最新潮的东西都会从这开始。那广告设计，有些学生说我要去 SV 读广告，我说挺好的呀，为什么呢？我说是，那你在 SV 读广告去跟罗德岛读广告设计两个有什么区别？我说你去纽约，有最大的好处是，你出了门，走到第五大道，走到时代广场，走到很多地方，最前沿的广告、最前沿的信息、最前沿的思想都在那放着，只要你长着这双眼睛，长着多看。你都能学到很多，对吧？我们说讲一个孩子要学东西要观察力，只要你多看看就能看很多东西，就是说他的那个地理位置，哎，地理位置尤为的突出。那就是广告专业，动画专业，这个动画专业了，是它是指了传统动画，就是二 D 的动画。那二 D 动画里边也出了好多名师啊，哎，著名的动画师。然后还有一个卡通设计，你看它动画就是动画，卡通设计就是卡通设计，它把动画和卡通设计是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你看这里边就好多人以为是啊，它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两码事。卡通设计在美国整个的教学系统里边有卡通这个设计的只有两个，就是独立系统的啊，做得好的啊，只有两个， SV 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在哪呢？是在阿斯兰特啊，以后我们再讲阿斯兰特，对吧？因为卡通设计它的领域是将来设计师可以走几个方向，哎，一个是你可以直接成为卡通设计师，你可以从事动画行业的这种角色设计啊，这一些景观设计啊，角色设计啊，你也可以去作为卡通的书籍呀，包括这方面去发展，就是说传统的一些媒介上去发展，对吧？甚至到电子网络的卡通的这些东西发展，对吧？所以说它的面呢，就只是一个，你是一个设计，这是那个角色长得什么样，对吧？我看这里边有天线宝宝长得什么样，那就是卡通，天线宝宝就是个卡通，天线宝宝那个样子长得什么样，就卡通设计的那种设计。那动画是什么呢？动起来。那让它动起来，动画师就是我时常在讲，动画是屏幕后面的那个演员，就是照着屏幕后面那个演员那个动起来表演艺术家的
意思有点像那个，所以说他把这个分的就很细，为什么呢？市场的需要，哎，市场的接轨。你总共你在看纽约地区这几个学校里边 ，Parsons、Pratt 和 SV 三个最牛掰的学校里头，那动画里边就 SV 做得好，就 SV 做得好，所以说。整个纽约地区如果说有好的关于这个领域里边需求人才的时候，自然而然他输出的那个学生的就业通道就会好，哎，卡通设计，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NPC 很多学生都愿意考的电脑艺术，哎，电脑艺术专业，对吧？电脑艺术专业是整个 SV 相对新的一个专业，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难读的专业，是在 SV 可能相对最辛苦的一个专业，相对的最辛苦的专业。但是它在里边，电脑艺术这个就业率啊，也是最高的一个专业。它把 3D 动画和 motion 两者结合起来，对吧？学生的就业通道就会很宽。你如果要想做 3D 动画，对吧？你可以到电脑艺术这个专业了。你如果要想做 motion 电影后期，你到电脑艺术这边来。所以说 SVA 整个的它的那个电脑艺术这个专业，对吧，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它是本土的，就是在北美成长的华人亚裔族争得最厉害的。那国内来的学生去 SVA 巨多的是去了他们的插画专业啊，艺术专业和插画专业，但到电脑艺术这个专业的会极少，因为他要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对吧？他要评估一个学生，你说我画了一堆很好的插画，他也未必能进到这；我画了很好的一组油画，未必能借到这。他要看你他独立的一个系统上面的一些面。然后就电影专业 ，art 专业，对吧？电影专业，你看在纽约的几个学校里边，它是唯一一个板块，电影，对吧？除了纽约，除了纽大。电影学院那边有电影以外，它是三个最牛的设计学院里边唯一有电影的。然后纯艺术就是 art， 插画、室内设计、摄影，艺术视觉研究，是三个专业，对吧？那招这么多的，就是说十一个专业啊，没有十三个，是十一个专业，对吧？所以 SVA 的整个的专业设置分配来讲，我曾经讲过，整个美国的大学都属于私立型的，都是属于私立的财团供给的，它是非盈利的私立学校。那他们在专业设置上的时候，相对跟别的学校有相似的很多专业，但是有很多也是不一样的。他会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边的成长的时候，他都会做得很好，因此他在竞争上他不会相互打得很厉害，就每个学校他会树立一个自己的非常好的专业领域，他会树立一个自己的好的专业领域，这就是所有美国的学校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吧？因为私人的嘛，你要生存，你必须要有成就，你要拿出你的本事，你要拿出你的我们中国话叫道行，别人才买账嘛。所以说他们在专业设置的时候，他也会参照其他学校，然后重新给自己定位，对吧？如果说 SV 你去上服装，你不是疯了？你在曼哈顿地区，纽约就有 FIT， 再加上 Parsons， 你在那上服装干什么了？你跟他争什么呀？对吧？即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室内设计 Parsons 有，他们也有，但是他们各自的教学的领域不一样，侧重面不一样。室内设计，对吧？居家，我们房间是室内设计，办公商业是室内设计，对吧？酒店呀，服务行业，文化艺术型的室内设计，他们每一个学校在室内设计教学的侧重面上也不一样，所以说他会给学生，你是说啊，不一定说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学了，对吧？室内设计的基础都会学的，但是未来的发展他会带你到一个他们自己特有认定的一个领域去。
那个领域就是说，哎，他们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会把你们培养到你去做商业型的，做文化建筑型的，对对等等，他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说整个 SV 里边，他的课程里边没有明确的 foundation， 就预科，他所有的都是以专业性比较强，他在专业性比较强的所有的学校，对吧，就业性就比较好。就看是你们在现在在听讲，听我在讲，是你是在乎于哪个面，你是在乎于就业，还是在你是喜欢是把大学作为一个教育过程呢，还是我整个大学学完学一身本事，我要去靠自己学到这个本事养活自己，这是两个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说你要真的，我说我要学本事啊，我学下了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很容易找着工作，哎，就类似于 SV 这样没有 foundation 就有优势啊，就有相对的优势啊。所以说 SV 也是我给大家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个专业。当然这里边这些我们把每个大学讲完以后，我们还会给大家讲学科，就是专业的优势，这个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我们会拉起来，因为专业优势里边要会跟全地区的学校我们要联合，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太重点就不把这个放在这个就是说专业的细分和安排上，只是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他们的稍微讲一个学校的一些特长，哎，主要的一些方向就可以。那么第三个学校了，我们就 Pride 啊 ，Pride 我在很久以前啊，也就是在纽约办画展的时候，我说顺便我们考察一下这个 Pride 这个学校。我英文不好啊，我就跟我的学生带着就去了。进大门的时候，我的学生，哎，老师，这个学校名字很有意思。我说啥意思 ？Pride 咋了？我说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意思。那个学生说，啊，老师，这个单词翻译出来叫屁股，叫屁股。哈哈，我说是什么？说叫屁股。哟，我就在这就站着他的那个门口，那个牌子不大，我就站着门口就思考了半天。哟，我说有意思，美国人的浪漫，哎，美国人的这种就是无拘无束，对吧？他竟然把屁股引用在学校的一个主要的名称上，中文翻译过来真是屁股，哎，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他的成长在纽约底下最早的一个学校，美国有几个非常老的学校，跟美国的建国史啊，建国史都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学校 Pride 是其中一个。当你走进 Pride 的场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述他们的历史，纽约地区唯一有校园的学校，艺术学院里边唯一有校园的学校。你像 Parson SV 我刚才讲的 Coupon 啊等等，没有校园，就一栋楼，都是在商业街上的一栋楼一栋楼，对吧，都是这样的。但 Pride 不是，它在布鲁克林区，它有校园，它有独立的校园，而且校园是封闭的校园，你要进门，你还要给保安打招呼，你才能进去，或者你预约了才能进去，对吧？它有校园，一条路上左右两边两个校区，对吧？然后校区很大，绿化也很好，里边也会有很多的艺术家各个时期的特别棒的雕塑，让你感觉非常有那种氛围。然后你当考察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你去感受他们的历史啊。最值得介绍的就是他们的体育馆，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体育馆，有一定的年龄，岁月感很强，但是现在依然在用，特别好，特别有感觉。当你去的时候，虽然它老了，但是依然是风采依旧啊，非常有味道啊。空间当时那么早就建那个空间也很大，对吧？当然经过不断的有复修以后，它的那个功能还是非常棒
那一定要去看，这就是他们有非常历史的这个，有一定历史的这个他们的就是叫室内的体育馆。第二个一定要看他们的发电机，从他们建校就开始，那个时候没有电力，没有供网供应，没有大网供应啊，他们的发电机是自己制造，普尔特自己制造的一个发电机，对吧，很老上，也就是说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发电机，然后整个就现在变成一个展览区了，就是变成一个所有考察 Pratt 的学生都会让你去参观一下他们的那个这个关于发电机，他会讲发电机的历史啊，设计师他给 Pratt 带来了多少，到现在这个发电机还在工作，还能工作，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它依然启动，烧柴油的那个发电机啊，很大，整个一个机房非常大的一个房子里边就是一台机组，很传统的一台大机组啊，它还依然能工作，对吧，现在学校有紧急情况还在工作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沉淀的一个学校，对吧，虽然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成长，有很多大学开始也开始有往上顶，显得 Pratt 的名气啊没有以前那么亮了，但是以前美国 Pratt 都是在前三排的学校，都是在整个美国里边罗德的 Pratt 都是前三的学校，也是很牛掰的学校，哎，对吧，但为什么这几年显得大家都觉得显得哎，他有点就是说提起 Pratt 就是温温的，没有这些像 Parsons 呀啊这个罗德达他们牛了，这里边就是说因为他太古老，对吧，然后他也背负着很多，在越是你就看我们在中国一样，你越是沉淀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在推陈出新改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吧，有时候会形成一些老的观念，甚至有些东西他们的宿舍也都是有些宿舍到现在百年建筑啊都还在那放着，所以他会有很多背负的包袱和观念，但就是这样 Pratt 依然是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些所有的学校里边的佼佼者之一，也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当然 Pratt 这几年他们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开始发展了，刚才我们讲 Parsons 的一说服装，对吧，没人知道 Pratt 的服装，但是 Pratt 的服装真的是也不错，好多孩子都会忽略掉这个，因为随着名去了就去，所以 Pratt 的服装的要求蛮高的，有时候你被 Parsons 服装录取了，你去考 Pratt 未必能进去，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要求，而 Pratt 服装出了一个也是很著名的几个设计师，对吧，所以说他也是属于是在国际声誉里边也是最棒的学校系列里边的。 那回归到 Pratt 有多少，因为他学校大，他是好几个校区啊，16个专业，这是纽约地区里边可能它的专业分配最多的啊，一共有16个专业，16个专业，这里边 Pratt 有一些亮点专业，就是说其他学校都没有的，你比如说首先 Pratt 有一个艺术和设计教育专业，艺术和设计教育专业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几个学校都没有，对吧，其他的你要 SV 和 Parsons 你都对，但这个专业里边实际说句老实话，你未来如果说有些孩子想我就想当老师，我也愿意去当老师，觉得老师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对吧，你可以学艺术与教育，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学设计都要去当设计师，你也可以从事教育，哎， Pratt 就有这个专业，对吧，然后就是说二 D 三 D 动画，
啊，二 D、三 D 动画交互艺术，你看看啊，大家听着啊，这里边的词啊，里边的非常分的这个呢，我前两天在讲这个上一节课讲的我们的，就是说艾米丽卡尔叫交互设计。而 Pratt 的名字叫交互艺术，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啊。就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一个艺术，在教你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的倾向性啊，方向倾向性绝对不一样的。但对一般的家长来听，好像哦，反正就交互专业，交互专业，交互，只把后面的就删掉了。你就像我们多大也有交互， Emily Carr 有交互， Pratt 有交互，对吧？但是三个的叫法呢，感觉好像很近，实际上他们教学生的方向性完全不一样。 Emily Carr 交互设计，美学和编程，包括你的设计平面的这些设计，它融在一起了，它都要学。它注重的是版面的设计效果啊等等这一部分。多大呢？也是要交互设计，但它是注重的是程序。而 Pratt 呢，注重的视觉，更视觉艺术化。艺术性美学方面的东西，是吧？所以它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Pratt 也有电影专业，对吧？然后呢，纯艺术下面就分设的跟我们 Emily Carr 一样，绘画、珠宝、雕塑、陶瓷这一类的都会在包括我们 American 珠宝呀，不是玻璃制品啊，都会到 art 这个纯艺术的专业下面。但它是属于绘画、珠宝、油画、版画、雕塑，它都是在 art 纯艺术下面，对吧？你要是想做版画、想画油画，我们有很多孩子在温哥华都跟的一些老师画油画。真正要进的是什么叫 art 专业？那刚才讲的那个 Parsons 也有艺术 与理论啊，艺术设计与理论，但 Parsons 的这个呢，它就更不是说像这么明确是油画呀什么东西，对吧？它是注重于的是还有理论的东西，所以这个专业相对对文化课要求要高一点。同样是 art 啊，它会都不一样，但这边是绘画，绘画范围就广了。你不一定是油画，对吧？珠宝、油画、版画、雕塑，你看这是最传统的，这些就一听这个就特像我们国内的，我们中国的美院的那个专业分配。我们美院里边就除了珠宝专业，我们美院绘画专业、油画专业、版画专业、雕塑专业、国画专业等等，国内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百年老校里边，它沉淀的这些东西，我们学哪的？我们学的欧美的嘛。国内的教育模式学的欧美的，那这个 art 这个板块是我们也是从欧美学来的，你看它就很传统，对吧？然后还有摄影专业，对吧？建筑专业里边它有两个板块，建筑设计和我们中国人叫公民建，就是说结构设计。这是两个板块，你可以就是说建筑专业里边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建筑师，如果你不行，你要文化课好，你可以到建筑专业里边去做结构师，还有建筑管理专业，对吧？艺术史、视觉研究、艺术和设计理论，你看它是学术性的东西也多一点。艺术写作，你想当一个批评家，当一个你要艺术写作，我们现在出很多社会上对艺术会有很多的写文章的人，
艺术评论家、艺术批评家、艺术与写作，对吧？所以说他这个专业，你看他就跟 art 整个大的 art 的这个框架就挨得很近，百年的沉淀呀，你从他的学校的课程设置，你就能看到我们艺术所有 art 艺术和设计这个板块里边所囊括的那个精髓的东西都会在里，我们市场需要的，对吧？纽约这几个学校哪几个学校有艺术写作呢？但这一部分呢好多人都不知道，以为就是画画就能考进去，实际上你不画画你也能考它的很多艺术设计理论啊，艺术史的研究属于艺术史论研究，对吧？艺术与写作你将来搞好了，你可以去做评论家啊，这个艺术批评家。现在中国或者世界各地都缺艺术批评家，大的艺术批评家很富有，给你写一篇文章按字说钱，一个字多少钱？为什么冒出那么多的著名的批评家了，对吧？文笔犀利，对艺术不管它的历史发展还是未来的这个发展前瞻，它都有很好的研究，然后通过它的文章对你的作品给出很深刻的一些点评和说明的时候，它就很厉害，对吧？它厉害，它就说好，找我来说，一个字多少钱？一个好的找一类的好多批评家写一篇文章啊，你得花几十万人民币，你未必还能请得动他，几十万呢，对吧？对他来讲可能两个晚上就出来了，几十万。所以 他们也很厉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单盯着某一个单的层面上去思考。所以说艺术领域里边的，然后还没就是说设计学院，刚才讲的艺术学院这边，设计学院里边比如说视觉传达、服装、工业、室内啊，设计传达这个整个学院系统下面有，就我刚才讲的，对吧？时装、工业、室内，对吧？这是设计传达，这是设计学院的啊，它是分着建筑学院、艺术与科学学院、设计学院，还有一个是双学位专业。艺术和艺术教育出来是个双学位，你出来就是双学位。好多孩子说啊，我在哪学了以后我可以再修一个什么专业，如果你路没走的，还不如就去 Pratt 去读，对吧？你如果喜欢艺术教育啊，艺术方面的东西，艺术设计与教育这个领域的话，你可以去读他的双学位的专业，对吧？就是艺术和设计教育，两个学位你一下子就全都修下了，就双学位。所以说 Pratt 呢，我刚才给大家那个简单的大概描述了他的专业，对吧？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几个大的专业板块，就是说 Pratt 的整个板块里边实际上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艺术学院，刚才讲的教育呀、3D 呀、电影啊、纯艺术啊、摄影啊，它是艺术学院，对吧？然后建筑学院独立的就是建筑师这个，然后呢就是说艺术与学科学院，对吧？这个里边就史论啊、研究性的、写作性的。设计学院里边就视觉传达呀、服装呀、工业呀，这个室内设计。那视觉传达其中就里边下面还有什么啊，平面设计啊等等，它会下面又分支很多小的专业进去，还有双学位专业。 Pratt 是纽约这几个学校里边三个学校里边最大的一个学校，每年招生的体量比较大，就是招入的学生多，因为它是分设着好几个校区所以他们的吞吐力也比较大，
所以经常就会说啊，我们这个校区满了，你给你另外一个校区，你是不是愿意去的？什么专业？有时候会偶然有一年好像遇到过这么一个通知，就是说你这个校区的专业已经满了，但是呢，你的东西还是好的，够的，但我们建议你看愿意不愿意去另外一个校区读其他一个专业，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给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你愿意去和不去，他在这方面。所以说那个我呢，今天呢大概就把这三个学校呢给大家就是这么简单的罗列一下，对吧？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特长，对吧？这个 Parsons 时尚，到学校全是非常时尚的，就是说人只是因为他服装稍微发达一点嘛，的服装穿的奇装异服，人们都很潮，啊，非常非常非常，那么，感觉时尚，对吧 ？SV 是追随时代的步伐，追随的很近，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它的专业分配也是这样，对吧？它的设备配置、软件更新，整个在纽约地区都是追得最快的。如果这个有新的什么成熟领域的软件需要呢，他们学校马上跟进设备，对吧？ Pratt 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一个百年的老校，它积淀了很久很久的一个老校，里边有16个专业，这里边我刚才多介绍了一下关于 Art 这个和教育这个栏目里边的一些，就是说如果你有愿意从事这些领域的时候，对吧？它有更宽的一些东西值得你去学习，好吧？以后各个学校的强势专业是什么，我们会刚才我讲了，我们会单独再来说说这些专业，对吧？那么整个这些呢，就是说讲完以后我们再把这几个学校的要求讲一下，对吧？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Parsons， 大家都大概可以记一下，如果是国际留学生，对吧？雅思 7.0、平均 GPA 3.0。 纽约整个地区的所有的几个学校里边的文化课要求是美国比较高的，一定要记住 GPA 3.0， 对吧？雅思 7.0 Parsons。 但是现在呢，他就是说对在英语体制下读够四年的学生可以免雅思，不管你是哪的英语体制下读够四年的可以免雅思，那这是 Parsons。SV 了，雅思 6.5， 记住啊，这些学校都不要 SAT， 记住，千万记住啊，别到时候说要去美国一定要读 SAT。SV 是 6.5， 雅思门槛 6.5， 一样，文化课 GPA 3.0。Pratt 除了建筑学院的雅思以外，其他专业也是 6.5。跟 SV 一样 6.5， 但是他的文化课的要求比这 Parsons 和 SV 还要稍微高一点，你要高于 3.0 就胜算性比较大，因为他有传统，他认为你他历史沉淀的，他认为你学习好对未来发展会更宽，所以说他的文化课的要一定要高于 3.0， 你低于 3.0 就没戏了，对吧？但是 SV 和 Parsons 你至少在 3.0 这个线上，对吧？所以说整个他们的文化课要求就是这么一个板块，对吧？ Parsons 记住是 7.0， 就是雅思一定要 7.0， 这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生要到纽约地区问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说你的文化课成绩一定要拔上来啊，拔不上来就会有问题，对吧？有时候老师在专业上负责了，完了就文化课自己就拿不到那个高度的时候，往往也会出问题，倒蛮遗憾的。除了文化课上老师也一点招都没有，对吧？所以说报考纽约地区的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文化课高。那刚才我讲了一下 Parsons Pratt 的那个建筑学院是独立的，其他专业是 6.5， 建筑学院一定要 7.0，建筑学院的专业要 7.0 以上，雅思要 7.0， 只有建筑专业你要有 SAT 提供是加分的，对，你有 SAT 的提供是加分的，
他不强调你，强求说你要有 SAT， 但是你有 SAT 是可以加分建筑专业，就是你的录取率会更高，然后有可能奖学金会很多。那我们今年有两个学生靠他们的建筑专业都被录取了，每个人得了十万多的奖学金。为什么呢？这两个孩子都交了这个 SAT 了，因为他们要报的别的学校有 SAT， 对吧？虽然这个 SAT 要求不是那么高，但是有它会加分，但你不能太低哦，至少都在1280往上，这样去你就有加分的这种可能性。1280现在的 SAT 1280以上它就会可以加分了，它会给你在上面有一些优惠条件，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这几个学校他们的文化课要求，录取的这个雅思要求，包括这些，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你看我是紧说慢说啊，我都想着是还没讲多少了，已经50分钟过去了，因为我们后面还留一下提问的一些，如果有些家长在提问，还有五分钟，那留给家长。今天呢，我就简单的把纽约的三个学校讲一下，如果谁还有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互动，好吧？